引进就是走沾了。那你看他在这，他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边，如果我要打人，我这样打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你不会从这反击啊？什么可以？这明明就是局部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全身。那我这样打，是不是你可以从这打？局部跟全部你要会分呢、啊。这个呢是局部嘛，是不是牵动你啊？这个呢，对啊，你就是偏按就打过来了。所以你不要急着打，不像你按你打嘛，打到什么？打到什么？只要我给你，你就放心的变化打，好吧？是不是？你一定要感觉到你可以打。那你感觉不到，我问你怎么打？我在这，你以为感觉到了吗？就怎么打？你就哎呀不错啊，但你回不来，因为我这个变化太快。哎呀，来打一个就算了，啊。我挨打，如果是死打呢？你是全部打，我是局部打。你为什么会背啊？没有，我背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打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，我这样，如果我是这样顶你打不行的，因为你说的没有就是真的没有，有没有？对，你要反应，这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个呢？哦，你的右腿的左腿啊，我这没有，我就变凳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的东西，我还一直在搞什么？这叫知觉，哎，地上你为什么不打？你一打是打他哎，你一按是你这样。你的地我就借他带来的时候，我刚刚是做这个啊，是。走着，这棋已经打出去了，但打之前有什么？但他很警觉啊，啊，你可以照到他吗？过这边来一点，过这个角，可以照到他的。啊，他这个信息比较强，你的信息是中间，但是我过去你没反应，你只是在拨我，你要把它打到这边，对，那懂这意思啦？懂，我手反应，你也手反应呢？你打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腰被你打动？你等一下打我一下，我是在动手啊，很显然是。你把模子推动了，对吧？我就顺便就打过。你这个手不舍掉，我做慢动作你就转回来啊！应该已经在那要撞到你啊，不要顶他，你就转过去，这样啊，打他啊，不是打，是就往这一放，你走了就这样嘛。所以你这边已经让过来，否则他就靠上你了，把你当墙壁靠，他就很安心了。圆的东西就是你转，你靠到了就可以打我，是不是靠不到打？对。你看嘛，这个圆你靠得到吗？是。你为什么不打我啊？打我啊！你不要认为他会犯规。去。啊，有些很玄，但是就是这样。这个我其实可以这样。这很多，反正你打我的都是这个，这有多少方向？你打我只有一个方向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动？我还自己打人了，只是我没有伸出去。要全国的，我打那个，你们还打我，打这个了。你以为我在打你，其实我在打三个。我这样干嘛打？对，都可以啦。但是我刚刚是用什么打？我脚这样打得动吗？我一打一定有全部的东西，对哈。
所以局部打就是全部了，不能。哎呦，对了，我在打他，其实我也在打他的，只是我要从哪打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这样，这样，就说这一动是全部都动，这一打也是全部打，好吧？就是没有什么上下左右的。但是我们把你化了，我一定要把你分掉，哈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哪里好打吗？这样我已经找到三门可以打他的地方了。来，三个就放在这，没关系，轻一点。我这样打有没有用？我这样打是不是把你弄上来？你就在上的时候就打了。对啊，那我这样打你就转这边打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如果这样呢，这样打；如果这样呢，你就手肘部怎么不出来？转。把我带走啊！这沾到了带啊！不相信我碰到了我哪里打？你不知道我哪里打？我这样呢，你会有这防，可是我这样呢？对啊，我这哎，他打我根本就自动就走化了。如果我是你这样碰起来，这样呢，恐怕是不？我自己在那紧张，他自己会走。这一段时间我能做什么？你好不好打听？如果这大拇指有一点了呢？几数啊，老虎了，他就自动就走化了。我就给他一点，就打我了，对不对？这已经照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给他一点呢，他是不是又打我了？是。那我这个是空气，我给他，来你打打打打，你为什么不打？你是不是肩膀就一直在捧起来了？打打打打打打，是不是自动走化了？